用追求真理充实你的生命，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充实你的生命。接下来请收看晚课。放一字句，
是传说，只说人知。诸菩萨从依佛如是舍利佛，即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由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神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不住，其殊胜多非是传说所能知之。凡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佛，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舍利佛，不可以超生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等，闻说阿弥陀佛之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
觉，自性破道是圆成，自性众生是圆多，自性烦恼是圆断，自性法门是圆觉，自性破道是圆成。
Oh.
只Oh.
悉那耶娑婆南无阿难陀罗那亚耶南无阿利耶摩诃迦帝娑婆那耶娑婆唵悉殿多曼陀菩萨，阿弥陀佛。做一个三宝弟子，就要护持三宝。第一个，我们要多造佛像，代表佛陀的身体。第二个呢，
护持佛陀的口业，那我们要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第三个，护持佛陀的心，那是代表什么？舍利塔、佛塔、转经轮。所以希望各位呢，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小型的转经轮、大小的舍利塔，来放置在任何地方，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佛陀的心，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阿弥陀佛。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庄严世界，净化人心。欢迎护持佛像、经典、舍利塔制作，划拨账号19658482。